各位学员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导演的爆料时间。没错，很久没有给大家做爆料视频了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个版本的机械师很强，基本上每一把呢都是稳进小黑屋。本来呢，我以为官方会适当的削弱一下机械师，让他走出小黑屋，提高一下他的出场率。结果官方思考问题的角度真的是新奇啊，直接出了一个堪比机械师的求生者。没错，就是新求生者囚徒。我们来看一下他技能介绍。第一个特质呢叫线路控制，这个字也太多了吧，我大概归纳一下。囚徒可以通过使用技能连接两台未开启的密码机，在破译过程中可以设置一定的百分比，将自身破译进度传输到另外一台电机上。当然了，传输过程呢会有一定的损耗，这个损耗是随着两台密码机之间的距离去增加的，大概会在10%-20%之间。如果两台电机距离比较近，那就相当于同时修两台电机。当然了，监管者是可以摧毁这条连接通路的，被破坏之后45秒内无法再次连接。行吧，也算是有点反制。看一下他第二个特质，导体。这个描述是真的多，这是第五阅读理解吗？这个应该算是囚徒的一个保命技能啊。囚徒破译处于连接通路的密码机时，会在周围形成一个放电区域，监管者进入此区域并长期停留会进入眩晕。那这个有点东西啊，那囚徒就算是修人皇机也不用怕转不了点了。因为囚徒的特殊体质呢，当囚徒处于放电区域时将会持续获得充能，可以释放一次强电流让监管者眩晕1秒。我的天，这有点太厉害了吧。来继续往下看，第三个特质超级通路，这个意思是可以同时开两边的大门哦。不过还好啊，监管者是可以摧毁这条连接通路的，而且如果同时两边开的话，速度肯定也会降低下来。第四个特质呢是过度专注，囚徒破译速度增加10%，校准失败僵硬时间减少30%，感知监管者的距离减少20%。What? 什么？就这？这囚徒既没有羸弱，也没有减缓修机的 buff， 这简直是加强版的机械师啊！虽然他的双修理论上会比机械师慢一点，但如果算上机械师双操的难度，跟娃娃炸电机，还有机械师队友受伤的负面效果，这囚徒简直不要太强啊！双修的操作难度极低，只要开局不招鬼就一定能够双修，就算招鬼还有一定的六鬼牵制能力。而且这个技能点开就跟律师的地图一样，还能看到电机的进度，能够跟队友更加完美的配合。这是又出来了一个爸爸级别的人物啊，感觉这个角色应该不能完完整整的活出共元符吧，怎么说也得缺胳膊少腿吧。而且这个角色出来之后，律师的存在好像完全没有必要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爆料呢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觉得这个囚徒到底能不能超越机械师的地位呢？在视频下方发表你的看法吧，溜啦溜啦。